老贼，二老贼，没得额头。爸爸，唐叔叔，这大哪里偷了好多老鼠啊？偷，他又偷老鼠啊？啊、嗯。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嗯，你说，你在家里哦。地上的猴子啊？啥子猴子哦？我上泸州来耍了嘞。泸州，你下到泸州？好了呀，我忙得很，不想摆了。哦，好嘛。朝那走吗？确实，你管得我朝那边走喽。那我边挑，我边挑，哪个让你挑？真的是，我挑你。二老贼，二老贼，走，走，回去走，走，我们回去、哎。我说你这号人呢、啊，真的是，哎呀。Hello， 你走走。我们领导狗走路上了，走下午去走，下午去，你看没看到吗？走，我要下去，迟了半天，你没看到吗？你今天我们值得鬼嘛？你好好快点，好啊，几个帮他嘛，这边你帮我坐了登记噻，那靠近，没有，没有那个底下那个碰碰头那个来去。弹还有点你那拿上好吃点吗？这个兔儿脚干好吃点哦。差不多。差不多啊。嗯。味道可以吗？可以。起来噶，起来就好。哎，这样。
腿子老铁了哟。哎，不，我去工作。这个做了就快走。嗯。拆迁拆迁就快走。刚才。啊，把那片的腿子做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家晚上好。不留。哎呀，不留。你再拿个留。我是老陈家呀。你这是真的有话。你们说话，小美听。你这是想卤肉？吃点香卤肉给你。咱卤肉有猪没吗？没的。哎呦，还有哦，那怎么还没有？我不要了，我这边走。好。